过敏发作没那么简单，背后真相吓坏人。之前就有个病人在身体的内侧很像过敏，我就先请他帮我拍家里的照片，哎，确实晾衣服的地方是在房间里头。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，可能就是霉菌感染。年轻妈妈她说，小朋友最近眼睛红红的，一直流鼻涕，这看起来就像过敏。她买的那个新衣服之后没有洗，小朋友那么小，当然她一刺激，那如果更严重一点，其实跟很多什么淋巴癌啊。哇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